会。莲雾，莲雾原产于马来半岛，是一种主要生长于热带的水果。台湾的莲雾是17世纪由荷兰人引进台湾，屏东是最有名的产地。莲雾有解热、利尿、宁静神经作用，加盐还可以帮助消化。因莲雾结果其长，果皮薄，容易吸收农药，吃之前一定要清洗干净才能食用哦。Let's play again. 请仔细听题目，并找出正确的答案。Try it again. 小朋友，哪种水果红皮肤、穿绿衣、脸上许多小胎记呢？还不赖哟。